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哪里不对劲？这里好像一个人都没有。哈哈哈哈，这一定是有阴谋。这是空城计。你不是说游戏里面的 NPC 是没有阴谋的吗？这个游戏本来就很多 bug， 人家游戏的 NPC 都非常单纯的，这个游戏的 NPC 阴险得很，连孙子兵法的空城计都用上了。思聪哥，空城计是三国演义里面的。别打岔，我说孙子兵法就是孙子兵法。空城计，你有没有看过特洛伊啊？门口那个石狮子，待会儿他就会变身，变成千军万马。千军万马，我只是说可能。吓唬谁呢？行了，直接说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们匍匐前进。来啊，爬啊！这么空荡荡的城，爬着过去和走着过去有什么区别？思聪哥，三根哥他是不是有点可怜啊？他是勇敢，其实这也是计谋，让敌人以为我们有什么计谋。你的计谋一般人还真想不明白耶。好像没有看到我们。他们会不会听到我们的声音了？他们听不懂英文，我们说英文吧。 Are you okay？ 说英文就没有声音吗？那听我说，现在计划有变，既然东门有一个人在看守，那代表其他门也会有一个人把守。所以呢，那我们就分开，一个人负责一个门，逐个击破。你们四个人 go go go。郭思聪，你呢？我负责当总指挥呀。切！请问有人在吗 ？Hey guys, somebody here？ 萨瓦迪卡，木乃妖人仔仔。您好，请问你有见到我妈妈吗？那请问你有见到我哥哥吗？哦，那请问你有见到我妹妹吗？滴血模式呀呀。谈过恋爱吗？看你的眼神，应该也是个性情中人吧，打打杀杀会伤感情的，不如
放我过去吧。滴血模式，来啊，揍我！你哑巴了？那我揍你了！滴血模式。难道是我太用力了吗？你不会死了吧？哎呀，壮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在打的时候我就进来了。看着我们打你还见死不救，你还是人吗？废话少说，我不留点体力你以为最后一关容易打吗？看还有一个人呢，你们让开。司壮哥，那你要加油啊。滴血模式，我靠，你的双刀这么大，我的这么小，怎么打？有没有搞错？我闪，不挡，我闪，不再闪，不再躲，不再闪，我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。这一次的 NPC 还挺有料的，比我出真功夫了。自从哥他还挺厉害的嘛，想不到这臭男人认真起来还真有点料。看你还嚣张，哇，四川哥赢了，快走，走。告辞。到底什么情况？这游戏也太难玩了吧！怕什么？我们上！别冲动，以我们现在的体力，不可能过得了这关的。5个对10个，大丈夫不吃眼前亏。我们撤。但刘龙喜就在里面了。
那也不能白白把命送了。思宗说的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一关我们还有时间。撤。刚才那几个 NPC 怎么突然间拼了命追了我们几条街，然后又发神经的跑回去了？这个游戏好多 bug。 我都已经不想再吐槽这个破游戏了，一路上连个遮遮挡挡的东西都没有啊。就是啊，你看这马路就一条直路，连个岔道都懒得花，这游戏公司也太抠门了吧。喂，大傻根儿，你走那么快赶着去送死啊？我是把那些武士又追上来。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。要不我背你吧。宝宝也走不动了，宝宝也要背背。司徒上来，我背你。嗯。来。等等我呀。妈呀，累死我了。三更哥背你，他都没喊累呢。小弟弟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以为我被他背着没有压力啊？万一被那些古代人看到，还以为我们俩什么关系呢。我们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坐在这里，真的 OK 吗？万一那些东瀛武士追上来，我们不是很危险？这躲哪儿都会被发现啊。这游戏简陋成这样。哎，不过我有个办法。我们几个围坐成一圈儿，这样就可以盯住四面八方的每一个方位。这样子，东瀛武士从哪个方向跑过来，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他们，然后开跑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围成圈圈吧。拜托，你们没看过古装剧的吗？在剧里面那些什么有功力的圈圈都是画得很大，都给我往外挪点儿。但是我们没有功力的话怎么叫得住这个圈子呀？对啊，我们离得那么远，万一那些武士杀过来，我们连个照应都没有。哎哎，对哦，三根，你离我近点儿。好了，我们就手拉着手以这个距离散开圈子坐吧。哎，司徒哥，你的血量怎么少了一滴呀？哇，发生什么了？难道是刘龙喜出现了什么情况？我们的任务失败了吗？范正哥，你好像多了一滴。嗯，不对啊，如果我们的任务都失败的话，我们都应该失血啊，怎么
哦，第三根，你偷我的血！我可什么也没做。让我想想，你肯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做了些什么。我们还是先赶紧摆好阵，再来讨论这件事吧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的血量也变了。不对，难道是我们之间可以互相输血？你们两个试验一下。你们有问题呀、啊，肯定是知道些什么秘密没告诉我们。行了行了，我说，是啊，我和元宝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可以输血的秘密了。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怎样才可以成功输血。刚看了你们这样子，我觉得应该是在血量不平衡的情况下，牵手也可以互相输血的吧。我真没想到你们藏得那么深，一直不说出来。你们想害死我们啊？你不要含血喷人啊，我们只是偶然发现的。夏凌晨，还没有机会去研究呢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小算盘。你说话能礼貌一点吗？我能有什么小算盘？我自从……我告诉你，在这五个人之中，你是最自私、脾气最糟糕的一个。你可以管一下你的脾气吗？我干嘛要管我的脾气？我只要其他人管好自己，别来气我。思聪，你真的误会凌晨了。元宝，不要跟他说那么多，他爱信不信。别吵了，现在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？这个时候你说什么话呢？现在是你受伤啊，我没受伤啊，凭什么是我输血给你？快点把血还给我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闹了，我们是来参加游戏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一个炒股破产，一个被高利贷追杀，你不是为了找回真爱的吗？你不是为了拿钱去整容大红大紫吗？我们现在到底在这里干什么？再这样子内斗下去，别说拿一千万奖金，我们能活着出去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，每个人都想找我联盟，每个人都想利用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对，我知道我是个懵逼，我天天被人欺负，被人嘲笑我妈在夜总会做前台的，大家都看不起我，但我还是知道做人的底线。既然这个游戏开始了，我们就要好好玩下去。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太子，我们就要帮他复位登基。这个游戏如果我们不联手的话，就根本玩不下去。